们需要具备好的沟通力、开发力、EQ 力、逻辑力，使你成为优秀的业务员。其实我觉得从事业务工作，它其实有蛮多需要具备的部分。那逻辑力对我而言，就是透过精准的分析，整合出客户需求的能力。我平常时就透过很多的大量阅读跟学习的部分，去把我的一些财经资讯啊，去税务法规的部分做一个资料库的整合。我必须在跟客户的聊天或者是沟通过程里面，我们是能够接轨的。当客户在谈某一个资讯的部分 ，OK， 我的资料库就跳出来了，我就开始进行分析，它是符合哪一个内容，然后慢慢去引导，然后开始去做我后面的总统整跟一些规划配置的部分。我最近成交了一件换算205万业绩的一个保单，那这个客户就是我妥善的运用逻辑力进行客户的需求分析，跟他进行讨论之后，整合他的需求所成交的一件保单。我必须要说，星光给了进公司的人员非常多的教育资源。我们从进公司的第一个月就开始有培训课程，每达到一个阶段，公司就会有相配套的过程的一些教育训练，让我们去上课受训。所以我很推崇公司的教育课程，是它让我们在前面的培育后续的应用方面都教得非常的完善。